我们综合运用我们岸基的、海上的以及天上的蓝军装备，根据我的任务需求，把它打造成盾、矛，甚至是一张张网，最终的目的就是锻造提升红方的实战能力。海上网电专业蓝军的建设，实际上是构设了一道迈入现代海上战场的一个门槛。如果我们的红军部队不经过海上网电复杂环境下的沉淀历练，它就进入不了未来海战，这也是过不了电磁关或者过不了网电关，就打不赢现代战争。